虽然话男追女隔重山，女追男隔层纱，不过 K 师话自己系一个怕丑草，好少同女仔表白啊。我好怕丑噶，我通常都少讲。系啊，佢大胆啲。系啊，唔系我唔系大胆，我好直接啊。我爱你，跟啲人当我傻嘅问你啊。你周街同人讲定点啊？系啊，诶，一见到哎呀，见到啊，嗰啲嗱，成日讲啊，成日讲，我爱你。唔系，因为表示一个友好啊，其实嗰种你知唔知啊？因为即系人与人之间咧，系应该需要关怀啊嘛，即系咁啊，我爱你，系咪？我爱你，多谢，我爱你咁样，礼多人不怪，有系咪？冇错，啱。但系咧，你啲语气咧就又真系要分清楚啦。我跟你语气班先，你对个个都咁，我爱你，好冇诚意啊？系咪啊？绝对冇诚意啦，你。要点样先有诚意咧？你对老婆点讲啊？又系我爱你咁啊？唔系啊，爱你啊。